我这战袍多的没脏，抓过来。今天又给我找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姐姐胖大哥，今天做一道金枪肉丝。这么多，把凉肉那么多，倒点淀粉，一下味精，鸡精，试探一下啊，两勺盐，放点蚝油，再打个一个蛋清哈。哎，你干嘛的？妈，喂，洗手。洗手快点。我这又沾毛给身上擦了。洗手快点。这个抓拌抓拌严重的20分钟就好了。先给抓拌抓拌最后的入味。这肉丝啊。我看看。就想起了煎饼嚼的味道。天下无敌。绝配。你给我一看你就想吃。你吃不了。留给你吃，同事，这大葱哈要切成丝，大葱丝，黄瓜呢？黄瓜这我也给家妈偷吃了哈，不是我偷吃的。你就赖我。这切成要切成丝是不好吃，切成段是吧？看看我的刀工哈，这样也剖开，这样好切。咱们这哥们，这样切成丝好切，嗯。你以为那一根真让你吃了？啊？你不用干活了，吃吧。这个切那大的都腥汗，回来吃个里头卷，都过瘾汗。求求你了，你快点吧。求求你，求求你。我都给晒了。给我一个理由。热锅里上油，看看我的手艺。这是凉油，关键。我们这地方太小了。放个煤气罐了。我这样没见过啊，家妈，这样没见过啊。这肉朝油切风说哈，切风说哈。跟你人一样，吃了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倒出来。甜面酱、酸酱、面酱放了以后，还不知道什么味道。我们来尝试一下哈。来，把这个油倒进来。今天不放酱，不放蒜。黄豆酱。好，番茄酱，好，有不放进来，酱放进来，来点，少来点老抽，少来一点哈，蚝油少放点，没有了，好。哇！哎呦，天太好吃了！味道绝对是脱肉，就是那个味。哇、哦，好脱肉！哎呀妈，能吃几块煎饼？好几块。我再来点缀一下哈，怎么点缀？放两个香菜干啥？亚妈，你问我这是不是像酒店服务员似的？像什么？酒店服务员。哦，服务员。胖子上菜。服务员就你这身材哦。你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啊？尝你手艺好。嗯。看这样就好吃了。黄瓜，去大葱，来根香。这外面这道菜，我跟你说啊，没有煎饼啊，家们，
要外面知道咱每个姐妹啊都能牵着啊。我见面就没有离婚。慢点摇，不要给牙扯掉了。怎么样？嗯嗯。好少。读过字。什么字？好吃。你不发个朋友圈，片面片面的啊？啊？发给谁？那我都来抢怎么办呢？嗯，那谁敢抢嘞？在这抢我，在这买，在这做，发给那个小妹妹的，那个闺蜜。她不说，她怕长胖。你不怕我长胖啊？我不怕。这外面的啥子？哎，我忙的没得法子。知不知道往哪放？家里人。快点也不方便，家里来点葱丝啊，来黄瓜丝，那个黄瓜段子，这个，酱水也滚，头鲜啊，加上黄瓜的鲜度，加上肉丝的香度啊，再给我来一块啊，嗯，不行，啊，就一块，两块。一块，爷们，我再吃一块哈，行不行？对过一块。姐妹，我不愿意再吃几块，你给我吃几块。不愿菜你吃吧。哦，我不愿意肉丝给你吃哈。我都来两斤肉丝，少来点肉丝，少吃点没有事了哈。不好。不然，这又吃什么？